因应全球的环保意识兴盛， EcoNavi 智慧节能可说是 Panasonic 近几年全力主打的技术，其能够主动侦测衣物重量，并依此调整水量、水温以及洗衣的时间，进而为使用者达到省水、省电、省时等三大心愿。在节能的同时，此产品也没有疏忽洗衣机最重要的洗净功能，它透过双涡轮来制造出强劲的水流，从四面八方的角度来充分翻搅桶槽中的大量衣物，让泡沫有效地渗入每一个角落，彻底冲刷布料纤维上的顽固脏污。凡是家中有孩童或是宠物，都有可能会跑进洗衣机的桶槽中，造成身体受伤，甚至危及生命安全。而虽然业界多数产品都会在洗衣过程中上锁，但 Frigidaire 为了让防护措施更臻完善，更将此机型添加了面板与门板两道锁，并且连不使用的时候也能启动，全方位的守护全家大小。顺道一提，Frigidaire 虽然身为百年老牌，但却相当与时俱进，像是这款洗衣机配备了 Wi-Fi 功能，可下载专用的应用程式至智慧型手机中，随时随地掌握洗衣的进度，如此便无需频繁起身确认剩余的时间。无论是家中有婴幼儿、过敏族群，或是希望将精致昂贵的衣物分开处理，都很适合考虑 LG 所推出的 Twin Wash 双能洗。此机型恰如其名，具有两个不同的桶槽，上层为一般衣物用的滚筒，下层则多了一个小型的迷你机台，专门清洗少量或细致的布料，称得上是前所未见的发想。不仅如此，上下两款机台皆可执行蒸汽杀菌，标榜能够有助去除恼人的尘，且其可供使用者自定洗程，甚至连脱水的速度都能够选择，以便为心爱的衣物量身定制最适当的清洁步骤。居住在地窄人稠的台湾，家中平数通常不甚宽敞，在放入各式家电之后，更是可能令人感到空间狭窄而有压迫感。在这样的状况下，就很适合参考 Celux 所推出的都会小宅洗衣机，其体积小于其他绝大多数的机种，并降低了槽口的高度，让人们在拿取时不再腰酸背痛。其次，这款机种还将悬吊系统全面升级，利用最新科技来实施避震，以免执行洗净时轰隆作响，或碰撞到周遭家具或墙面，进而营造出安静宜人又不失便利性的居住环境。洗脱烘是现代人忙碌生活中的得力助手，且 Whirlpool 惠而浦的 W Collection Load and Damp 钩还进一步提供贴心功能，可自动计算洗剂的用量，名副其实的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人们在启动洗衣后便可离开。再者，此机型所提供的洗衣行程多达37种，并考量到许多人会感到设定过于复杂，而设计了十分人性化的简易面板，只要选择衣物是花色或素色，布料细致或是一般等，可透过此类问题来迅速筛选出符合的洗净方式，此点实属难得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，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，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